轮到佛光的进攻，这边直接开后门找到黄倩瑜进算，哎哇哇，漂亮的传导。对，不过这个挡也挡得很确实哈，可以让黄倩瑜完全在篮底下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空档。再来看一下梁玉玲，还有黄倩瑜这个漂亮的空手走位。地板球找到王靖廷，中距离出手没有。田雨林抢下进攻篮板，再给到王靖廷切入上篮，有了。开赛的防守其实也是做得非常好。田雨林给到王靖廷，左边的切入非常强势，有。